原来的地啊，这地基啊。这建设公司没有。啊？说这原始的地呢，它就有那个山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不是建设公司，他们之前在做道路地基的时候就已经做这个工作了。其实这样是有可能到最后被帮的，但是他的挖。最底下都是土。都是很比较硬的土，支持的路面这样。对，都是土面。挖到五层楼，它可能没有，它只有挖这一块挖好一个通道这样子。